在他的各种舞台上会有非常好的成绩。好，豆虾，谢谢。哎呦，不得了，不得了，谢谢。你看大家好疼你哦。谢谢，哦、谢谢。对，不是，刚刚我讲到乐器，所以常会在角色里面，然后又要变成就是歌手，因为要拍 MV， 然后拍照片，所以那个时候有一点点，就是要让自己专注力更强，这样。对，就要撑得很辛苦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譬如说，可能前一天拍哭戏吧，就是在戏剧里面拍哭戏，然后拍眼睛很肿，然后隔天整个超级无敌，就是眼睛像就是金鱼一样，但还要让它消肿，然后消肿完之后呢又要哭，因为别再撑了又。MV 又要哭。对对，就那段时间我觉得怎么都一直在哭，然后很痛苦这样。了解，这就是这个艺人的代价哈。那么做的哇，这个靓仔 MV 也非常的有爆发力啊，跟他对唱很过瘾的，你们两个。就很惊讶他会愿意跟我合唱，然后很感谢他，就是不只跟我合唱，还帮我拍 MV， 而且 MV 那天又拍了24个小时，然后就觉得他很辛苦，但是他又很有，就是很想帮助晚辈的感觉，觉得他是一个很棒的前辈，就会提携后辈这样。没错没错，这个两个作品一快一慢的，这双主打非常受到大家的一恭喜艾希亚，在全球110个国家都是。1000万次能够被全世界的人看到听到，所以美妙音乐在今年呢在数位平台上非常非常的用力，一定要让它在全世界110个国家都成果。谢谢谢谢 MV 主持人，不走音就背了，没事没事，我也没有找你。好，恭喜安心雅。那么这次的作品呢，这个除了视觉上面让大家再次看到心雅的魅力之外，其实我们在听觉上面也会感觉到心雅的非常努力的在努力。好，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心雅跟罗志祥，我们的亚洲舞王所合作的《靓仔》，非常劲爆的一首歌曲，两个人在 MV 里面尬舞也非常的完美哦，大家可以去点阅一下支持，谢谢。好，恭喜恭喜恭喜，不错。新闻说新闻稿是不是？就是有一个说什么，等一下按下记者会。说网络上的即时新闻吗？嗯 ，Facebook 的。真的、啊？有人帮我们把这个神秘嘉宾已经 po 出去了，然后被你刷到。我刷到写蓝，就是神秘嘉宾蓝。然后我就说是蓝正龙，然后他就说是蓝俊天、蓝佑时、蓝瘦香菇。对呀、啊，我为什么不能写别的蓝呢？你为什么就一定要猜蓝正龙呢？我刚刚在猜蓝正龙，然后你刚刚又说就是把我当妹妹，那就是蓝正龙了。真的吗？真的吗？因为我给我的 round 当。这就好玩了。哎呦，那你觉得？会真的蓝瘦香菇？没有，怎么可能？你就把大陆这个本人找来，对不对？哎，这个本不错，但是太贵。那觉得谁？应该是你刚刚讲妹妹，应该就是蓝正龙。对呀、啊，好烦，还是要回去好了，换蓝又屎啊！真是，怎么不能露馅了呢？就被你猜到了。哎，好吧，那我们你还是演一下金羊吧，这样不要辜负他们公司的一份心意吧。那就不是蓝正龙了、啊。对呀、啊。这个会是单身，不可能啊！好烦哦，好了，快点。副总来，欢迎他们再次上台了。蓝正龙，哎呦，好烦哦，这被你怎么会刷脸书也会被他刷到嘞？好烦哦，来来来，欢迎蓝正龙，我们的超级奶爸，谢谢新雅大家问好，新雅大家问好。哎，大家好。啊，这个刚刚听到你们觉得好烦的破梗呢？很难受。蓝瘦啊，蓝瘦来，我们来先请蓝正龙说说他心目中的安心雅，因为我们当然是透过比如说作品啊，看到心雅的努力，看到他唱歌、演戏各方面都很严谨。你呢？你看到的心雅是什么样的感觉？我觉得就是很感动，然后因为他真的瘦太多了，我记得我们在拍妹妹的时候，他是那个巨婴的体型，巨婴的体型啊，然后现在已经变香菇的体型。真的很瘦哦，他真的是很拼哎，就为了要更好的体态。我还有看到他 po 那个 Facebook， 他就是连那个讲瘦法要干嘛都讲到吃到饱。那个是他私人脸书了，你把它讲出来。好，那既然讲出来，我们就讲出来好吗？是这样子的。啊，你要你自己讲好吗？啊。没有，就是我要帮那个韩式吃饱拍那个公。
公益的那个就是宣导影片。对，然后我就讲，然后说我支持第27届韩式吃豆腐。就是明明就是一个公益活动，但他搞的就是要让韩式吃到饱。对啊，就是他就是为了发片，然后把自己身材弄得很好。对，他自己都吃不饱。对，他希望让韩式们吃到饱。对，也是希望韩式们他们可以吃到饱啊。对。对啊。没错的，你这样讲也是没有错。对。但他真的也是很可怜的，但是终于能吃的时候又吃得很急。他那也播了一个衣服上沾到食物的照片，有没有？就吃东西的就吃得很着急，很可怜。当你名字不简单，对不对？哈，谢谢。准备要认购多少张？哇！私底下说。来都来了，你上台说嘛，没关系啊。那就100张哦。不用，你要我的名额，你现在有小孩子，你要省一点。哦，好。对呀、啊。对。那怎么办？80好像。有差吗？好了，你还是省一点哦。谢谢你来，能来我做感动。但是你知道吗？来，你是对没什么说话。我本来话就不多。也对，所以要找来让你来的意思是。不是。好，没有了，就给你开出红盘。耶，这个盘子，祝福新雅的新专辑开红盘，来麦帮我们收一下，谢谢谢谢。好，谢谢蓝志龙，特别送上那个红盘。哇，我们常常讲开红盘，那还真的是第一次看到一个红盘。两位正中间，好，两位视线先看中间，谢谢。好，左边。好，左边麻烦，谢谢。来到这里，谢谢。来，右边麻烦一下啊，拿好哦，小心门神哦。好，右边。好，感谢。